勤劳的主人给主子做新窝，然而没做好，主子就迫不及待地要住进去了，一秒钟也不愿意离开。搬走搬走，这就是我的家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走了，他跟我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，猫在我在。注意了注意了，大金毛号游船起航了，乘客请坐稳喽。温柔的大金毛可懂得照顾人了，知道家里的小狗狗不会游泳，主动当起了游船，简直太贴心了。上岸的时候还会停一下，让小狗狗先下船，整个一个大暖男，有没有？比熊狗狗第一次见到干冰，还有什么妖精竟敢吓唬我？我摸摸看，又有点不敢摸。疼疼的对着我喷气，使用这种小把戏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就是狗，你跟我一样长得像棉花糖，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。